生人哈，他在北京被失踪，被失踪就是不见的意思。他说唯有这无用的诗献给洛桑四方。这已是历史篇了，而在某个白天读到一首名为被失踪的诗，当时想到的是你。你上个月25日下午被失踪了，我只有落泪，别无他法。就像电影需要空镜头，我的思绪有时候会在最杂乱的时候突然闪现一些梦幻般的画面，漫过马蹄的花朵，翠绿塞缸的彩虹，金帆被微风吹拂，家禽与野兽得以放生，全都是我在故乡见过的美景。事实上此时正值最困难的时候，正如你，仿佛人间蒸发。三月是最残酷的，说这话的是一位风度儒雅的记者，当然他是某个外媒的驻京记者，中文不错。有几个三月他来到帐户，似乎看见了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，但他显然落入了著名的36计的圈套。你说过让人发出狼一样的嚎叫吗？尴尬的他露出有损骄傲的神情。阿克茨巴，阿克这是生人的意思。阿克茨巴，你在哪里？你是被他们野蛮的带回阿爸的老家，还是被关在某个房间里受尽折磨？我听阿克久美讲述刑讯逼供的经历，他被打断三根肋巴骨，天气变化就痛得卷成一团。唉，但我忘记问他近日帐中下雪，他是否安好？但我又能向谁打听阿克茨巴的下落？我们生活着，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，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。这句诗来自死于斯大林之手的一位良心诗人，却也是今日盛世中国的写照。深夜，我语无伦次的吐露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我还是说了。其实我知道，说了也没有用。来自让望龙巴，让望龙巴是自由世界的。来自让望龙巴的友人，语调很是很小，他们总是要让人以为说话没有用，但我们必须不停地说。我两手空空，但右手执笔，左手攒着记忆。此刻记忆虽难付诸于笔下，但字里行间全是为遭到践踏的尊严而流不尽的泪。凝视地狱太久，很有可能会被地狱一点点吃掉。愿意开条件吗？如果有条件说来听听，只要换来他的营养。可是我突然想起一个阴森森的下午，一个阴森森的阴犬突然开枪，你能不能不写心脏？不写心脏那就没有诗了。正如同不为西藏，阿克茨巴就不会被失踪了；不为西藏，阿克别作歌，阿克扎白就不会自焚了。而这个名单可以很长。首诗里底，我想，若是甲国家换做台湾，有可能，咱嘛是变做讲是一个无信用的国家。伫今仔中昼，阮做位讲的是，那个左岸文化出版社，就是劳工出册，伊一年就统计伫香港的指标是多发达。我心有这款情况，拍着我跟你们小讲一下，你们讲为什么一本册袂当伫一个国际间，咱讲香港一个国际的地方？为什么在一个国际机场不能卖一本它只是讲历史的书呢？而且香港的书店呢，香港的书店，伊另外书店，伊做出这个决定，唔是有人甲讲的，唔是中共的政府嘛，嘛唔啥物人甲讲起袂当卖，伊是安那咧，伊是家己决定买卖，就是讲，阮的
业务业业务吼，要甲找陪陪护因的时阵，伊一看讲啊，袂使袂使，阮香港的机场吼，袂当袂找陪同的车，上敏感，对啊，啊但是吼，因家己会当伫车店摆车卖卖，因的开国元老卖邓小平卖毛泽东卖上，啊但是的啊甚至讲因有的车嘛是咧卖毛泽东卖邓小平，拢无要紧，但是这种就是袂当卖，为虾米？因为伫香港机场呢，就是足侪海外，就是各国人都在那边出入，啊，因无爱讲，哦，因伊是伫车店的人家己自我审查，就是家己想讲啊，无爱。我和国际上去讨论讲西藏的问题安那安那，所以甚至讲唔免因北京政府讲，因册店的人来决定我爱留阮这本册，啊，都当然阮做生意的人家都伤心啦，哈哈，因为香港伊会当做出大个生意，啊，但是互阮感觉更加惊的就是讲呢，一个国家的迄个言论自由的钳制吼，使得因连册店的头家。家己都唔敢去做主公，你是袂清楚做简单嘅代志。啊，佮讲啊，歹听，即本册啊，即遮大本是讲，到底看即本册看了偌侪人嘅，变成西藏独立者，你变恐怖分子，迄是佮较无可能嘅代志。但是即种小小嘅代志，因都会惊。啊，所以我就是讲特别讲这个事情的，就是讲伊来就是讲安尼找安尼减一条都大条的生意做伤心啦。啊，第二条就是讲吼，这是咱印尼一个借鉴，啊，可能讲在一寡先进吼，可能也了解说台湾吼第三条当初就是安尼，啥物找袂当卖，爱家己掏伊有诶无诶代志。啊，即马是香港已经发生啊，啊，是毋是讲咱台湾，诶，佫对佫行回头路，啊，这是佫较大诶烦恼安尼。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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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我家己有一个感觉吼，过来你讲，我感觉讲，咱有陷入一个危机啦吼，咱就讲，咱就讲，如果你免，我家己自己做一个举例讲，哎、欸，你吼，你卖买车啦吼，你先买电啦吼，啊，你买伊讲啊，无你先考虑讲你要买啥物物件，买音响啦，买啥，啊，如果你甲上车倒其他电车面办车买啦吼，咱。好像一样哦，你著跟坐啊遐，连咪叫你买，连连咪买迄落，啊你无想讲你面可能面可能买着流量啊营养可能买面啦，另外啊各行买着别行啊到时你要咱倒做一台车吼，你连连车都无得啦买，啊重点就是讲咱爱先买车，唔再来买讲车要到啥，哦，咱先爱定住一个台湾的主权的独立的迄落，唔是讲啊迄落先去插一下插过来。我就发现你这只车倒了，先生太严重了，可能连行都未行。我们都好像都被骗了吼，安尼，拢我咩同意？我就意思，那拢安尼哦，大家台湾老百姓拢傻傻的吼，意思讲，你连车都还未先买，干哪要考虑讲我要买内底配件，要卖啥配件？笑死人！你都连车都还未买，人家还讲要买啥配件要创啥？哎呦，你这样。要来问相关的问题。
一去电影叫做《火线大逃亡》，布莱德彼特演，就是那个西装富翁。伊时阵，西方是一个较好一个土地，但是后来中共就用镇压手段。结果你甲看，即卖西藏人多一个国家，多一个土地。流亡政府，你看看迄、那个，你知影迄个达赖喇嘛，伊嘛就把我推去甲伊个国家。啊，西藏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中共在讲是一个自治区啦。但是咱台湾根本想想，你去火线大逃亡，因呢，因是中共，你捌咱台湾吗？所以我。要把这些真相和看我们对自由或会对独立的对独立的渴求哈说出来，好，我想这件事情自由这件事情好要怎么样去维护，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去行使它。瑞士宪法哈，瑞士宪法的那个前言哈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哈，他是说哈，自由哈，它自由只有在它被真的使用的时候，它才是真的自由。好，然后一个国家，它后下一段是说，一个国家的强大哦，是看它对弱者的照顾和保护，才能判断它的强大与否。那这我想用这个可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要保佑我们的自由、我们的独立，那么我们就要不断地去行使我们的自由，要把它讲出来，要行使我们的民主，要主张我们的独立，它才会有真正的效用。好，如果它不能被讲，那不是自由。如果说言论自由好写在那个宪法里面就有自由，那不是啊。中国也有啊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也有啊，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。那你，但是你想想看哈，你今天不要讲什么，中国你如果去天安门广场哈，办个像我们这样的活动。可能在摆椅子的时候，人就全部不见了。好，不用等到讲哈。所以自由必须要它被行使的时候才能被使用，被行使的时候才是真的有自由。好，就是我想瑞士宪法这句话，其实我想可以大家可以共同勉励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行使，要不断的讲，要让这样的自由可以确保被行使的时候，它才会永远的在我们身边，永远在我们的环境里面。如果我们不去想。对自由的捍卫退让的，对我们国家的名称退让的，不说了，沉默了，那他就会不见，对不对？我再讲1959年，哈，所以这个西藏那个。切古的人讲说西藏抗暴吼，实际上我阿在讲死真济人，害死真济人，这点吼，真个属于我唔知道，我知讲迄是一种大屠杀吼，而且反抗吼，迄是，但你知讲二八事件1947年时阵，政府估计可能是3万以上啦吼，3万左右以上，但是这我知讲所以这个西藏抗暴这个吼，刚才唔难嘞啦，佫较侪个数据是真惊人。啊，这点是拄只拢无去讲着吼。啊，而且这个数据，等下你若知影是毋则甲人补充着。啊，一点只我有一个感想吼，要提供吼一个现象，就讲今仔现主席伫台湾的时阵吼，中国伫打啊，中国伫咧打啊，这个达赖喇嘛吼，这特别吼。是足厉害，啊！尤其是台湾，即马嘛还要搁咧进行吼。你来看吼，随地吼，你来讲，是毋是讲伫咧音乐厅、音乐馆，还是伫音乐场所吼？你来发一寡迄判断吼，啊，拢伫舞蹈迄个达赖喇嘛，啊，甲这主播吼，甚至印足侪版本的册，